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丽丝。今晚呢又来到银河这一道。今次呢就行了出来大马路这一边开始影，想清楚给大家知道呢，如果搭巴士来呢是可以在这里落车。除了自己揸车搭的士和搭穿梭巴士之外呢，亦都可以选择搭巴士。今次呢同上一次呢都是揀了在东翼广场那边入口呢入去。因为呢想带大家睇下新酒店落成咗嘅外观。仲有呢就係东翼广场嗰边呢就有年宵市集。之后呢就会入到银河里面呢行返个圈。睇下农历年嘅装饰。每一次呢嚟呢一度行呢仲会有啲新发现。咁今次呢都唔例外。但係呢因为条片太长啦，咁呢我就会分开两次出片。经过了外围的丛林之后呢就来到东翼广场的入口了。这一度呢即是上次条片的开头。现在呢先转去左手边去看下新酒店的外观。新酒店呢是未正式开幕的。个名呢我之前都有介绍过，就是叫做来佛士 Waffles。Waffles 呢是拥有超过130年的历史，是引领奢华酒店行业风潮的传奇品牌。从官网的资料知道呢，酒店就会在今年的年初呢进驻银河啦。进一步呢丰富了银河娱乐集团旗下的度假城版图。酒店呢就大概有450间的套房。酒店房间的设计灵感呢就源于现代豪华府邸，而享有盛誉的来佛士管家呢将会传承逾百年的品牌传统，为每一位宾客呢度身订造触动心灵的奢华体验。终于呢都行到过来酒店正门的外围了。看完一眼呢我们就回转头回去东翼广场。大家是不是看到很多银河巴士在这里啊？那就不要以为呢这里是穿梭巴士的上落客点。如果要搭穿梭巴士呢依然都是钻石大堂的正门位置。
在东翼广场入口这里都放满了很多鲜花的布置，而里面的年宵市集已经都开始了成十日了，就会至到今个月的30号。门口这里有很大个玲玲师傅的海报，市集里面有超过40个的摊位，亦都超过10000款的年货、贺年礼品、手信和美酒。离开了市集的位置呢，就会来到是戏院啦、美食广场的部分。今日呢是星期日的晚饭时段来的，那不知道人流的情况是怎样。昨日呢星期六呢听朋友说这里呢就很热闹和很多人，那可能今日星期日呢就会差少少。看完美食广场，我们就沿路一直去钻石大堂那边，看看时尚大道东的店铺情况是怎样。
如果自己揸车嚟银河咧，咁停车场搭 lift 上嚟嘅地方咧就会喺呢一度噶啦。所以咧，我就特登行到出去外面大马路咧，开始拍俾大家睇。跟住咧，我就会经过 JW Marriott 嘅大堂咧出去出边，因为咧喺嗰边亦都有新嘅建筑物咧落成咗，咁就想拍俾大家知道咧，好快又有新场啦。今集的分享就来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收看，记得留意下一集，还有订阅、留言、赞好和分享，按钟仔，有新片出会第一时间知道，我们下条片再见。